捷克總理菲亞拉宣誓就職。菲亞拉在總統澤曼見證下宣誓就任總理，就職禮一度因為澤曼確診新型肺炎而押後。他坐著輪椅在透明隔板裡面監誓。57歲的菲亞拉是公民民主黨領袖，上個月大選後要和另外四個黨合組執政聯盟，控制下議院200席中的108席。根據捷克憲法，內閣成員要經過總統任命，但是澤曼早前說不滿菲亞拉班子的其中一個人選，令到組閣的過程可能出現變數。